这边有可能有点矛盾啊，兄弟们没问题的啊，我这边没问题，然后还是被封着啊，还是被封着，前面可能直播说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啊，没什么大问题啊，直播今天就直播不了了，好吗？给大家拍点笔记啊，随时更新。慢一点，各位啊，别急啊！拉人墙！哇，兄弟们，不容易！我不敢走。下一波了，走。兄弟们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